1985年正式成立。经过三十载的不懈努力和各项的武器不断更新，成为了瓦当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。首先走来的是高机动队，它既能预防空中力量，也可打击地面目标。现在走来的是导弹方队，它是我军目前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之一。Oh, my God.
应该是蛮厉害的。
更加走进的步伐，迈向我方更美好的明天。
Vem
Thank you.
Thank you.
让我们再度发挥梦想，共同建设美好的新南方。